小森雅有活动啊，咱不说男生喜不喜欢吃，女生肯定都喜欢吃。它是酸辣口味，还稍微带，就是泡椒那种酸辣，还稍微带一点点的五香。是真好吃，就是以我自己个人的口味，我特别特别喜欢吃，我儿子也超级超级喜欢吃这个东西，嘎嘎好吃。